装。手札から装備魔法発動。よし、发动效果。分かっていたもん。变龙族装备卡下去。有点奇怪了。一周魔法卡就逼他投降。好，这次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套这个龙破坏的思路哦。其实我昨天在实况这一套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传说式，传世而已。甚至我还在输一场哦，我就会掉到传承的地步。我原本想说这一套只是娱乐娱乐哦，因为真的天梯十场里面七八场，就六七场都是青眼白龙，真的有一点烦了，对不对？遇到很烦了哦，都每个都海马海马海马。那我在想一个哦，我们来玩玩看龙破坏嘞。因为在亚白龙出之前，我那时候就在开台的时候应该就讲过了哦，到时候青眼变多了，龙破坏也会来了，所以就来玩这一套。结果让我想不到的是，我居然就真的这样子一直赢，一直赢哦，胜率就这样突然莫名其妙的上网了哦，居然都没有遇到守门员。相比我昨天，应该说算前天了，我玩青眼的时候都没有上去，因为就被守门员挡了大概四五次了，被挡得很惨哦。然后青眼内战先攻，就最怕是先那个最怕后攻，对吧？青眼内战的话，谁先攻，然后谁盖后台，你后攻基本上都不用玩了，基本上除非你有宇宙旋风之类的。好，那跑题了，那我这里就来简单讲一下这个龙破坏的思路哦。其实我想这一套蛮简单的，你应该懂的，大概懂的都可以，就是直接跳转到精华那边了，好吧？那我就讲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我讲不太好，对，我也在慢慢的练习啊。那首先这一套的核心就是这个龙破坏剑士巴斯大布雷达哦。对，它主要的效果是这个，你们看一下，它的主要效果是那个第三，主要是第三跟第四的效果。我们看到第三个效果，只要此卡存在于怪兽区，对手场上的龙主怪兽会变为守备表示哦，连攻击表示都不行，直接变守备。如果他转攻，也会马上变守这样。那而且也不可以发动龙主的怪兽效果啊、这个就光是这一点就很强大的压制力了。然后第四个效果呢，是它不只是守备哦，你打过去哦，都还可以有给它贯穿的伤害，就是打守备有贯穿的伤害。好，那这伤害从哪来呢？除了它本身的2800以外，就是你看它第二个效果，此卡攻击力与守备力上升，对手场上或者是墓地的哦，场上墓地的龙族怪兽数量乘以1000哦。如果对手场上或墓地有三只，攻击就上升3000，变成5800哦。如果遇到青眼白龙啊，或是对不对玩龙族的牌组，哇、哦，这个攻击力瞬间飙到7000-8000哦。都不是梦，真的是很舒服。不过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们看它第一个效果，因为它后面这些效果，第三跟第四这个效果太强力了哦。第二个效果也很强力，第二个效果也真的很强力，就攻击力爆表嘛。因为它后面的效果太 OP 了，所以说它第一个效果就给它一个限制哦，就是它不可以直接攻击，不可以直接攻击。对，那这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说，只要对手没有说有因果切断或闪电爆裂，或是有其他的卡来解你这个巴斯布雷达只要是他没有其他的手段的话，他基本上是不会召唤怪兽的，因为召唤怪兽也不能发动效果，然后还要躺着被你打，对不对？那除非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怕对手不是玩龙族。如果对手不是玩龙族的话，那我们这个强大的效果也没有用，对不对？毕竟虽然十场里面有七场都是青眼白龙哦，现在来讲哦，那如果不是青眼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靠 DNA 哦 ，DNA 改造手术，直接宣言一个种族，直接宣言龙族，宣言龙族，然后场上的表示怪兽全部都变成龙族，对不对？那这样就可以启发到我们龙破坏的这个效果哦。那这个就是最招牌的 combo 啦。那至于要怎么融合召唤这一只，至于要怎么出这一只呢？主要就是核心卡就是这个半龙哦，半龙它除了它自己就是龙族以外，换句话说就是它自己也可以被当这巴斯布雷达的素材以外呢，它主要是可以检索这个魔法卡哦。你们看它第一个效果，它通招成功的时候可以检索一张这个，就是检索魔法卡，因为我们这一张
就坚守这个融合魔法卡，因为我们这一套就放这个而已。好，那这个魔法卡我们看一下哦，它一二效果之可各使用一次。它第一个效果是可以从我方手牌跟我方或是对手场上哦，连对手场上都可以融哦，这也是一个关键，就是它也可以像超融合一样，就是把对手的怪兽当成素材直接融进来，对不对？嗯。就是融出这个龙破坏剑士，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哦。我们是当然是希望对手场上要有怪兽，不然如果我们融出来，结果对手是空场，那我们也不能打，我们也是很尴尬哦。除非你有抽到这个巴斯布雷达，你可以透过半龙的这个叫什么第二个效果吗？对，第二个效果你就可以跳巴斯布雷达。除非你有这一张，除非你有抽到哦，你有抽到的话，对不对？你就可以至少靠巴斯打布雷达进行直接攻击。嗯，好，那它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检索嘛，那第二个效果呢刚刚说到就是它可以释放自己，然后从手牌又或者是墓地哦，连墓地都可以哦，这个很不错，就是将巴斯布雷达这个巴斯打布雷达特殊召唤，然后攻击力会上升双方的，上升双方的哦，我方龙族也会哦，攻击力就上升上去，嗯，香就差不多是这样啦。那讲到它的，那它除了这个第二个效果以外，它第三个效果就是一个续航吧，续航力，就是它如果存在于墓地，然后场上要有巴斯打布雷达，不过是场上要有哦，这一张不算哦，我要先讲这一张不算哦，它是要有这一张要在场上，如果它在场上的话，那它这张在墓地的话，它可以就是从手牌舍弃一张破坏键哦，破坏键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融合卡，它可以融合从手牌舍弃哦，比如说你融合破坏键是融合在手上啊，你墓地有这个半龙，然后场上有巴斯达布雷达，那你就可以发动墓地的效果，让它从墓地特殊召唤出来，对，从墓地特殊召唤出来，然后这个融合卡会下去，不过这个融合卡下去其实也不用紧张，因为你看它第二个效果。第二个效果就是此卡存在于墓地，我们可以将任何一张手牌送入墓地，然后又可以将墓地的此卡回到手上。哦，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一种永动机的概念哦，这个真的很强哦，对不对？然后又有巴斯达布雷达，然后又有超融合，然后如果你再搭配 DNA， 对不对？你就几乎随时可以把对手场上的怪兽啊，龙族怪兽变成融合素材。哦，这个 very 棒，nice。那这张魔法卡就不用多讲了嘛。他讲得很清楚，就是牌组跟墓地，检索回收巴斯达布雷达到手上。那至于这个魔弓的话，主要就是，我们 DNA 最怕就是会被拆掉嘛，因为如果对手不是玩龙族嘛，那如果我们场上有 DNA， 那基本上对手会针对的，除了你的怪兽以外，除了你这次巴斯达布雷达以外，就是会来那个搞你的这个后台哦。所以说这魔弓，也要看情况，有时候你会来保这一张，又或者是要保因果切断，比如说就是保被对手因果切断这个龙破坏啊，或是反正就是这样，你看有一些看对手有发什么卡对自己有威胁性的，你就发反制，这反制就不用多讲，蛮简单的。好，那基本上这一炮套路就差不多这样吧。那除了半龙，它除了是有这三个效果以外，它还是一个协调，这是个值得小留意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协调，你可以一加八，然后同步九啊，对不对？或是一加这个一加七同步八啊，对，或是两只超量，两个如果你有两个龙破案，你或许也可以超量，或是两个七，对，这个就放给各位参考啊。因为我之前强调很多次哦，主法它没有一定，对哦，我讲到龙破坏，我有一件事情也要特别的讲，就是之前的龙破坏不是会放这一张吗？会放咒印生物或是找地魔嘛，对不对？然后额外不是会放那一张吗？那个等一下哦，收给你们看这一张，对不对？不过效果有改哦，我们之前是会放这一张，这一张可以就是当这个。它可以来取代这个巴斯达布雷达，就是可以当融合素材，比如说龙族再加这个，就是可以融合出这个龙破坏了。不过它效果有改哦，
这去年他的那个规则有改啊，之前有改过，所以说这个套路已经不可行了，所以说就这个就拿掉了哦。嗯，好，那我也不知道我这组法好不好了。其实，这个其实是要看你们啦，因为我也不敢保证说我这组法多强多强。只是我昨天在玩这套，我这套其实是临时随意组的，我这套是临时组的。那我传世我随便玩一玩，结果就不小心真的很顺利上网，所以这组法不一定很强。哎，你们就依自己现有的牌，对不对？做一些改良，对不对？那我其实昨天上网的牌组是这样啊，是这样子组。我昨天上网是这样组哦，啊，额外不要看，我昨天上网是这样组的。可我发现波纹几乎不怎么用到，因为我们召唤怪兽嘛，因为我都有抽到半龙，半龙。对，如果有半龙的话，对不对？就有这个破纹就不起作用，除非他把我破坏。其实昨天也是有那个，也是有没有抽到半龙的情况，也是有啦。不过破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发动啊。昨天我僵持实况下来，其实只有发动一次而已，然后都没有再发动过。后来我就会想到，观众也有讲说，可以放锁链了，好，我就放锁链。所以说这主法也不一定。然后我昨天观台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我怎么忘记有这张神卡，就是精灵兽神。因为我之前那个，之前我应该说就两个礼拜前，我的月光牌组啊，还有那个叫那个火山星雨侠，我不是都有放这个精灵兽神吗？结果我昨天没有想到啊。当下没有，突然没想到，因为我昨天这一套是临时组出来的，对不对？有讲过吧？就是临时组出来，我只是随便组一组，随便玩一玩而已。结果就不小心上网，对不对？那你们也是可以放精灵兽食，然后额外晒一下这一些，对不对？然后不过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放精灵兽食的话，就是怎么讲？你的技能可能可以就是换成那个叫什么命运抽牌吧，对啊。然后你手牌再放一些附针啊，或是面罩，不过我既然昨天都用这一套不小心上网了，那当然就是先介绍平衡版的啦，因为昨天就是用这一套上网的，平衡版的话差不多是组成这样吧，对，平衡版差不多是组成这样吧，啊，如果是命抽版的话就不用讲了，那个也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三个旋风，然后对，是三个这个。啊，不是旋风，我说错，是维英达，把维英达叫成旋风，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再放个什么风筝啊、三小的，对不对？然后你后台也可以放什么圣枪，然后这个后台就可以组一组，好，那反正组法没有一定啊，对不对？然后这些再删减，对，那命抽今天主题是平衡版嘛？那命抽版的，我看之后有机会，想到要再来介绍的时候再来介绍吧。好，那接下来是实战精华，真的很多亲眼是真的多黑魔导骑士没放吗？那是哪一张？見落としてはいけない大事な瞬間がここにある気がする。退屈しのぎにちょうどいいか。デュエル！行くぞ！俺のターン！イデオ！モンスターを召喚！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魔法カード発動！ドラゴン目覚めの旋律！哦，要求他没后台是很难的。我在想哦，龙族的克星来讲就是龙破坏嘛，可是龙破坏的话又有对手后台这种事情，这种鸟事，这该怎么办呢？魔法発動。そこが。你一说波纹哦，さあ来るがいい。
シンクロ召喚。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唉，龙破坏很强，可是最麻烦的就是它有那个因果切断、闪电爆裂那些有的没的，这个是最鸡巴的地方。哎，他没有，好，他准备他玩了，他玩了，画面有点卡，现在应该比较顺一点吧。嗯，呵呵呵呵呵，面白いね。セグだから魔法カード発動。我是按到什么吗？我把模拟器那些都关掉了，现在应该不卡了吧？应该不卡了。嗯，看起来是不卡了。还是我在上传影片呢？因为我确实有在上传影片，应该不是吧？行くわ。モンスターを通常の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人数爆多哦。毕竟，哎，哦，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セグだから魔法カード発動。我准备纳米来啊。预备。这个骑手就真的是真红眼杀手啊，不，也可以说是真红眼杀手，反正就是。龙族杀手，哼哼哼哼，龙出来后你就要躺了、哦，还玩真红眼啊？不，还玩青眼啊？哎，来，躺起来，我、哦、操，舒服，然后再发动效果，在特招上，哇、哦！嘿，然后这时候可以发动效果，将我这个 DNA 拿掉，因为 DNA 怎么样？哈哈哈哈！我操，我还可以再熊，这当然是盖起来，打过去他就死了，亲眼的大克星。我勒，私はこんなところで立ち止ま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のよ。我觉得这屠人版是在下分。私のターン。カードをセット。私はターン終了するわ。俺のターン。嗯，第三吗 ？No， ターン。哎，没有鱼线啊。没鱼线的话，我要不要先开啊？可是我怕先开会有个问题哦，就是他不叫怪，他不叫怪，那我也会干在那边，所以这也要先等他叫怪。嗯，先等他叫怪吧。放零售妹子狗场哦，哎。哎、欸，好主意啊！哎、欸、哎，圣骑士教他怎么做人，教他怎么做人。装备卡装上去，快装快装！啊啊，没装备卡？等一下，没装备卡？这不是我认识的，这不是我认识的、啊，为什么会没装备卡？圣骑士没装备卡是什么鬼啊？想不到吧？我操！我还真你妈想不到哎、欸，为什么？你以为有用吗？哦，原来啊，他在选择这个啦。啊，好。这样子连锁的话，我会先处理，然后再换他处理。可是他会没办法装，装啊！等着你装啊！哎，装不了了你，因为你已经变龙族了。嘿，舒服。OK， 死吧拉西。モンスターを発動。死吧拉西。
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でもね、这样子他还死不了哎。不过可以发动效果，看一下，他的效果是释放的哦。我看到好东西了，哎，素晴らしい。行くわ。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结果阴切。那也没办法。哈哈。应该不会吧？谁知道？会不会是指引啊？那张限制卡，他本家的限制。哇，闪电爆裂啊！他会爆哦！他丢闪电爆裂，他很亏哦，他一定是有亏。可是我有那个反制，他也开不了。我先看他炸谁。我先看看哦，我先看你要炸谁啊？我炸谁一只啊？不行，这回合我就要把你围杀了，我不留给你，不留。这回合你必须死啊！不炸 DNA 哦，不是啊，他炸 DNA 他也是死啊。我打下去，我还是有贯穿呢，我这打下去还是贯穿呢，贯穿两千，刚两千六攻击还不是一样赞，然后我就烂，嘿，我就烂。你说刚刚开 DNA 的时候，刚开的时候他也杀不了啊，他也杀不了啊。よし、モンスターを攻撃しよう。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内战哦！我说我内战呢，笑死。ターンエンドだ。行くわ。私のターン。我操，内战！这什么鬼啊？内战哦！手札から魔法カード発動。我操，内战！太神啦！我操，内战哦！可是我现在龙掉的话，我现在也不想龙。对，自己先不要龙。因为我龙的话，我也打不了他，对不对？先不要理他好了哈。カードをセット。私はターンを終了するわ。行くぜ。俺のターン。カードを引くぜ。手札から。おい、炫。吼吼。不要用到我的龙盒啊。中间呐、啊，右边。中间或右边可以。舒服。再下一只。再下一只，我下回合就。啊。他双爆裂喽，新卡吗？双爆裂哦，对啊，对吗？啊，这个账号要抽吗？你抽啊，你想抽就抽啊。不过那个技能就有了，其实不用抽了，看你哦。哦，你可以研究一下那个牌桌，研究一下，然后看一下，好，这里我就拢了哦。游戏王大帝，那这里我就该拢了哦。我想一下啊，如果这里通招，我自己拢自己的，然后打过去，这个贯穿下去，他就死了。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么顺利哦？试试看吧。モンスターを通常召喚、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好，打过去。先进入公宣，先公宣看一下他后台会不会做什么事。还要拢我的哦，那也很有趣。他其实他已经输了为什么？因为我有魔攻的那个啊，我有魔攻啊。其实我直接拢我打过去，他没有手坑，其实他也是输对啊，我有魔攻，我有反制性情卡，其实我不用这么怕。
可是如果他血量是满的话，那这样子做又觉得不是做很好。嗯。私の新しい力。これが俺の切り札だ。もう呪われた力は。私のターン。嗯，你看，像这一副就是应该是某某吧。这骑手哦，龙盟或是圣骑，对对，龙盟不会有排比吗？龙盟没排比，对对对，我忘了，龙盟没有排比。圣骑哦，哎，圣骑的话这个可以改造手是 OK 的，改造手是可以，他可以来断圣骑，他可以断。カードを引くぜ。頼むぞ。モンスターを攻撃表示で召喚。モンスター攻撃。嗯，他会跳一千七。啊，你跳，哎，跳起来。頼むぞ。嗯，好，装备装起来，装。手札から装備魔法発動。嗯，よし，发动效果。わかっていたの。变龙族装备卡下去，嗯，这种感觉还蛮好玩的哈。装备卡不能装，哎，舒服。可是我也有点卡手就是了，其实我也是蛮尴尬的，要被回杀了。为什么？没有啦。ターンエンドだ。哎，私の。何？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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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不打哎。哎，没反应。不是指引哎，他这个不是指引哎，没反应哎，什么鬼啊？没反应是什么鬼？不过我也不能做招，我也是继续听着看装备。私はターンを終了するわ。因果，嗯，确实有可能。カードを引くぜ。他是吓傻了，是不是？一千七都不打，他吓傻了。行くぞ。モンスターを攻撃表示で召喚。啊啊！しまった。他可以超量，两次打过来再超量啊啊！モンスターをエクシーズ。啊，这么早？他不先打吗？啊！他就这么怕我后台哦，这么怕哦！バトルだ。哦，这么怕哦！モンスターが大乱闘。啊啊！你叫出来也没干什么事情。ターンエンドだ。三小，我看不懂他在干嘛。拜托这一抽，拜托。哎、欸，啊，至少是可以融出来了，哎、欸，至少可以，我至少有怪兽了。啊，先切掉。魔法カード発動。硬切吗？不是硬切，是假后台。我操，你小子跟我玩假后台哦！哎呦，一回合一次，移除一个超量素材并发动，并挑选。因为他场上没有圣剑，所以他破坏不了。看他在搞笑，他是想要超量这一只，然后来破坏我的后台，但他没发现。他装备卡都不能发，他搞笑啊！哎，可以再叫一次，再叫一次，再叫一次，嗯，再叫一次，再叫一次。哦，效果来了，效果来了啊！等一下哦，要歇息。わかっていたの。リバースカードをオープン。速攻魔法発動。ええ。モンスターを融合召喚。贱呐！太贱呐！有后台啊，没有关系。贿赂，贿赂。啊，这骑手怎么？我尼玛，这骑手。好。速攻魔法発動。为了以防万一。波纹不用了，回收。嗯。カードを捨てるわ。
ターン終了。よし、行くぜ。俺のターン。ドロー。对面救急亏卡。内行。再一天。抖完。对手手抖着我。可是我也不能空骑，我也好痛苦哦。我也好痛苦哦。操！我也不能战斗啊，我也好痛苦啊。我的 turn， 某种意义上我也蛮痛苦的，不过情势还是在我这吧，毕竟我还可以再融一只。拜托，行。看，不是那个半龙啊。半龙不来啊。白龙也带一张 DNA 啊，哈哈，就为了要反正骑士哦。好哦，你要这样子，真的要这样的话，也是没人会阻止你啊。改成幻神兽族，使用拖延战士，我要拖延不了我的啦，赢不了我。只要我抽到半龙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了。嗯，全部都没抽到。よし、行くぜ。俺のターン。ドロー。要在比抽牌啊。确实，以牌的数量来讲，我是劣势。可是，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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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跟我比数量。哎，啊，其实我不用检索，我还特地压缩自己的寿命干嘛？那、啊、算了，没关系，在那之前应该就是可以把他给杀了，没事，在那之前他就没了。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行くわ。バトル。さあ。我应该转手、哦，中间应该转手，我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提防破文啊！虽然圣骑士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有破文这种鬼东西，不过要细一点的话，要防破文。白龙的，我虽然是玩龙破坏，但我不想遇到白龙啊，因为他的因果切断、闪电爆裂那一些有的没的，很讨厌，超级他妈讨厌。使いこなしてみせる。あ、デュエルの中でこそ感じ合えることがあるはず。面白い。感じ合う。俺にデュエルを挑んだことを後悔させ。这里就好在我有宇宙旋风。俺のターン。行くわ。哦，我又充满希望了，各位，我充满了希望。哎，起了飞塔。哇吼，无敌哦，起飞喽！起飞了。无敌无敌，这个起飞了，哎、欸，哼哼，他那应该是白石，这我可以追龙的啊，屠龙，モンスターを融合召喚。カードを捨てるわ。カードをセット。这个应该不带吧？我还可以留着跟他交换。バトル。打过去，白石。モンスターで攻撃。さ、あなたの。かかってこい。ゾロ。哼，盖章。可是我下回合也不能干嘛？可恶！牛总就叫一只，牛总再叫一只，可恶，他不傻。这一场决斗我赢了，因为，我觉得上不了啦，我觉得没有那么幸运啊，结果又是青眼白龙，屠龙上王吗？可能吗？新しい力。我不信，这个骑手，这骑手还蛮不错的哎。可是我最怕他这样的，他可能会盖后台啊。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没办法。
调和爆炸，你看他都放调和爆炸，好，调和爆炸代表他结束阶段他会跳，他会跳东西，他会跳东西出来，总比他一只战场然后盖三张后台还好，对不对？哦，不要盖，他都开调和了，我不信他没后台。虽然我昨天玩白龙也有开调和，结果什么后台都没抽到，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结束阶段竟然没有后台，哇，居然没后台，真的吗？真的要上完了吗？昨天用白龙都上不了，其实昨天好几次是根本就原本就能上的，结果就突然被搞。不过那个精华我有剪了，到时候我会剪出来。真的假的？哈哈哈！哇哦！天哪！起飞喽！哦啊哈！屠龙起飞，直接开！要不要先叫？我先叫好像没什么，直接开好了。这是最完美的展开，对面给我白龙出来，然后后来都没有，这个不上去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家。这场真该上了，这个骑士我再没上的话就有点奇怪了。一艘魔法卡就逼他投降。その思いには必ず快神啊，终于哦。终于，哇操！我操！终于哦！我原本龙破坏，我原本是想说玩娱乐娱乐的，因为我今天原本开台的时候是传世嘛，我甚至。差一场输了我就掉船山了，我就想说这个只是玩一玩而已，应该上不去的，结果还真的上来了。屠龙上网。我们看这十场遇到几条龙哦，一条，这一条就刚刚不用讲，两条，然后这个是黑宝岛，黑魔岛，然后这个是圣骑士，被我的 DNA 给搞掉。三条龙，三条龙，四条龙，可是这一条这一场我是输的，所以这不算屠。四条龙，我操，怎么那么多啊？五条龙，这个不是六啊，十场里面就有六场青眼哦，白龙真的好多哦，60%。